日本现在最新流行使用碳酸作为清洁保养的主要成分。碳酸的神奇在于，它是弱酸性的细小泡泡哦，不需要添加任何化学气泡成分，就可以产生非常绵密而且细致的泡沫，和皮肤的 pH 值相同，温和且不造成头皮的负担，进而达到深层清洁毛孔油脂，溶解老废角质与造成你的残留。